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大概一个月前，苹果发布了他们首款的头戴式降噪耳机，格外引起了大家对降噪耳机这个领域的强烈关注。就本来这个市场就已经被索尼和 BOSS 几乎垄断，买降噪基本就是这两家。现如今苹果的加入，不知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势，这个我们今天不谈。我们今天要聊的对象呢，是早在去年五月份就发布了的魅族的第一款头戴式降噪耳机，魅族 HD60ANC。从发布至今呢，一直不温不火，关注度似乎也不算很高。我们且抛开产品效应，就到底这款产品究竟怎么样？对比行业标杆索尼和 BOSS 是否有足够的竞争力？那这期视频会为大家一一的分解。那么我做这期视频，其实是因为我用了这款耳机也有好一段时间了，也感觉是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体验部分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那么作为多年的魅友，在它发布之后呢，就一直有密切关注着它的价格，找寻机会下手，某西安全下车。那么关注魅族的朋友估计跟我一样有个疑问，以1099的价格，魅族到底能够给出什么样的一份答卷呢？是否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拿两巨头索尼和 BOSS 对比，魅族与他们之间到底相差多少呢？他们之间的对比呢，我后面再聊。我们先来看看魅族的外观、佩戴舒适性和实际的使用感受到底怎么样。首先是它的外观哈，它的外观呢是以黑色为主，银白色为辅，跟一众纯黑色的耳机摆在一起，就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这款耳机会更亮眼一点，我个人比较喜欢。虽然摆放的很好看，但是呢并不代表戴上去就一定好看哈。我来展示一下给大家。就可能镜头没办法完全展示出来吧，但是就是这两侧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么宽。如果我没有头发，如果我是剪的头型比较发型比较短的话，这里完全就是很大的一个缝隙，知道吗？就很离谱，可以插我两根手指进去，就很大，然后就会显得这个头非常的大，然后扁，就方形头，它是这个样子的形状。那功能性在这款耳机上呢做的还是非常棒的，使用操作跟索尼一模一样，所有的操作指令全部都集中在了右耳罩上，耳罩的下方安置了电源键，并且魅族很聪明的把电源键和模式的切换这个功能都集成在一个按键当中，这个有 M-back 的这影子在里面，很欣慰。那么触摸板的操作有双击播放暂停，前后滑动是上下曲，上下滑动是音量调节，非常好理解，也没有什么学习成本。不过有一点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长按五秒钟，足足五秒钟才能够弹出语音助手，这个有就等太长时间了。刚开始我以为这个功能是没有的，结果后来查了一下说明书，原来是要长按五秒钟。当然这个是一个小问题，这个不值得一提，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吧。然后在电源键的旁边呢，有一个 2.5 毫米的耳机插孔啊，这里我必须要提一下，虽然魅族配有音频线，但是还是避免不了用户会弄丢，并且如果弄丢了，你如果想找一个替换的音频线，那还是比较难找的，因为毕竟大多数的音频线都是 3.5 毫米接头，而不是 2.5 毫米的。这一点我觉得魅族可能是希望把这个耳机做得更小巧轻薄一点，所以说算是一个妥协吧，我觉得。然后左耳罩只有一个 USB Type-C 的充电接口。在降噪麦克风这方面，我觉得魅族还是值得表扬一下的，因为魅族把麦克风都放在了耳机的后侧，这样其实是有利于抑制风噪的。风噪就是当你迎面走向那个风吹的那个方向的话，它其实会有刷刷刷的声音。如果处理的好的耳机的话呢，它是能够
在里面有一层膜的处理，这样子的话呢，有效降低刷刷刷的这个声音，这个已经算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麦克风安置在后侧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能够完美的避开这个问题，刷刷刷是真的很难受的。所以说这一点魅族要点个赞。魅族这款耳机的佩戴舒适性我觉得不太好说，因为电子的触感很舒服，但就败在了头梁上，头梁较硬，所以说会导致在佩戴的时候会比较夹头。但耳罩的电子是真的非常的软，比我体验的 BOSS 要软的许多，可问题就还是出在那个夹头的问题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够完美的佩戴舒适性，就魅族又搞砸了。那头梁的两侧呢是硬的哈，硬的，但好在是因为这个耳罩的形状是撑开来，并不会碰到这两边，所以说这没什么问题。那么说到佩戴，其实魅族戴上去之后呢，其实它的降噪耳压其实并不明显，这也是因为首先它的降噪效果肯定是不如索尼和 BOSS 来的明显，然后第二就是它有一丝丝的底噪。那么底噪的话呢，会让你耳朵就你听到有东西的话呢，至少不会像那种纯安静，然后给你有那种给你耳朵施压的那种感觉会来得难受，反而就是有点歪打正着吧。那么这一丝丝底噪也就只有在你纯安静的时候才能够听到，毕竟谁会在安静的时候开降噪模式呢，是吧？肯定都是在嘈杂的环境，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算什么大问题。这边小小的提一句，任何的降噪耳机只要关闭降噪模式，音质都会提升不止一个档次。那我们现在来到对比环节，我们来说说音质。魅族不愧是做 MP3 起家的，音质方面真的不需 BOSS 和索尼，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比索尼都还要好，在解析力和节奏的鼓点上做的要比索尼要更好，也似乎有专门的加重低音，索尼的话呢就稍微有点糊了。所以这里的话我个人觉得魅族非常适合听 POP 流行歌曲。那么魅族也不是没有槽点，我相信不单单只有我吧，反正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它的声场比较小，就立体感虽有，但是呢它的音源都离我们比较的近哈，感觉有点紧凑，不是很舒服，就像是有人在你耳边正常的音量说话一样，给人一种不太自在的感觉。不过这个问题的话呢习惯就好了，只是刚开始可能需要适应一下，或者是每一次佩戴都需要适应一下，毕竟我之前用的是游戏耳机，追求的是环绕立体嘛。那么索尼和 BOSS 两位大哥在降噪领域是深耕了很多年，就连魅族内置的降噪芯片用的都是索尼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价格，索尼和 BOSS 的，我这里指的是索尼 XM4 以及 BOSS 700，他们的发售价格分别是8999、2999，而魅族是他们的一半不到1099。但魅族不到一半的价格，按降噪效果来说，至少要有跟价格相应的降噪水平吧。那么索性在我的对比中，魅族的确达到了 BOSS 700的一半的水平，索尼的六成水平。虽然听起来成绩也就那样，不算很好，但是实际使用中还是能够降低甚至屏蔽家电运作的低鸣声。但是如果单论降噪的话，魅族还是可以的，但是有几个问题在这几个月的使用当中一直困扰着我，就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两个字，别扭。而我别扭的地方呢，恰好也是因为它的降噪。这里我要解释一下，首先是开启降噪之后，如果你在跟别人聊聊天的时候你肯定会摘下来嘛，那么如果你把它合起来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它就一定会发出那种尖锐的声音，这个就很奇怪。虽然声音很小，但是能够让人感觉到难受，耳朵难受，而且是开了降噪就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避开，除非你不合起来就这么一直撑着，就这个问题就真的很烦，而且有时候别人听到了也会很尴尬，知道吗？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佩戴之后如果你扭头或者是什么样，扭头只要导致耳罩与头部之间产生缝隙，那么它就会发出砰砰砰那种冲击波的那种声音，很奇怪，就不分左右，只要是哪个耳罩都会发出这种声音。这个我就不明白了，魅族难道这种问题不应该是先验证解决了之后才能上市的吗？这也真的太影响使用了，就我真的拜托一下魅族，如果以后要做耳机，希望能够就是专心研发打磨，等到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再发布好吗？糟心。虽然我作为魅友，但是呢我还是作为
消费者的角度来评测这款产品，我不会因为它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品牌，我会去庇护它，或者是宣传假的信息，这一点我还是能够保证公正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同时连接多台设备，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自动切换播放的。如果你想切换播放的这个设备，你就必须得先暂停，等一会儿再到另外一个设备上播放，不然的话，你如果这边播放着，这边再继续放，它就没办法说这边暂停，这边继续，这里就说接着播放，没办法做到这个样子。就是说第一台设备暂停，第二个设备播放，只能这个样子。就我觉得还不够智能吧，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没有 APP 的原因吧。就不过在以上说到的这些种种问题，也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魅族能够做得更好。就现在目前来说，就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吧。优点也不是没有，像音质啊、操作体验啊，以及蓝牙延迟不高啊等等，这些体验的基础它都做得非常好。问题只是出在了降噪这个问题上面。如果平时佩戴的时候要摘下来，除非是关机或者是切换普通模式，那么其实这个产品还是挺不错的，价格又便宜，毕竟又是魅族的第一次涉足头戴式降噪耳机的领域。我相信魅族在未来会继续优化产品，累积经验再投放市场，到时候我们再对它另眼相看吧。那好，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期影片的话呢，请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哦，对了，我刚才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纳盒竟然这么的大，我这个实际的尺寸有一个巴掌还要再大一点。就怎么说呢，就它因为它这个耳机本身没办法完全的折叠，它只能够这么的折，然后它虽然可以说折叠这样子，但是只能一个，两个同时是完成不了的，就很奇怪。而且它这个包装盒，这个收纳盒是没办法说这种折叠的方式收纳进去，它就只能说是这个样子立在这里。就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利用的不算很好吧。对，嗯。